了是不是？谁叫你爬这边？卡住了哈。不要动，你不可以动啊，你这客人怎么这样子？他现在开始不帮你按了，不帮你按了啊。他们不可以吃菜，这种太真的呢一定要在上面，然后他就在那边按，因为这样子一方面呢猫咪也不怕冷，然后又可以这样子牵着踩背。你下面你就爱妞妞，你不爱妹妹了。今天我开机车，你过来一点啊！想啦，这样舒服哦。Blah, blah, blah.